大家好，我是连美恩，是一名摄影师。我很喜欢捕捉人们身上不易发现的独特与美好。透过 TEDx 台北，我想实现的是邀请大家把聚光灯从你认为是缺点的地方移动到你的独特性，活出属于你的精彩。大家好，我是郭玉莹，在立新基金会公民对话部担任督导，期待透过 TEDx 台北实现唤醒大家重视性别暴力防治的观念，更邀请大家成为这块土地的重要他人，一起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友善。大家好，我是吴正华，钢铁人科技的推动者。透过 TED 台北，我想实现的是帮助身障朋友可以再一次站起来。